巴斯克斯将奥德兰用作临时基地，无人机在我们的头顶做支援。我们要潜入这个镇子，前往巴斯克斯的办公室，寻找与那批货物有关的蛛丝马迹。 多个目标在港网着陆区，建议您。地对空导弹，地对空导弹，五点钟方向。 接着，是长官，明白，我会自己搞定，有句话留给你，后会无期。哪去？幺四幺不会放人走的。Price，马斯克死了，新人现在跟我在一起。我们需要停止任务吗？不需要，我们能搞定就行。那就给我把情报弄到手。 必须拿到情报，走这条小路，来了更多敌人。办公室就在这座楼里，这里有大量敌方武装。 信号的笔记本，一旦上线，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的位置，所以要做好准备。 获得信号，开始下载。
快上转完了。小子，没想到你第一天上战场就有这样的表现。现在返回着陆区。玉笛，他们在搜索直升飞机的残骸。干掉他们，并破坏直升机残骸，明白没有？射得好。好，现在把定时炸弹设定好。设好时间后上房顶，并发出照明弹，从房顶撤退。干得漂亮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情报。不过这并不是好消息。贝斯克斯和 Cortez 犯罪集团正在将一种被称之为115元素的化学药剂运出国，还有更糟的，他们要运去的地方是巴卡哈。是啊，就是这么糟糕。办事员和外交官正在与巴卡哈接洽，我们会在黑市中查找与115元素有关的信息。同时，我要派你去一趟化学药剂的始发地。你今天表现得很好，但任务才刚刚。